说的不是人话。我唔紧要，你企喺度，我而家企喺度，俾你啦，唔紧要，咩？慢慢啦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现在我讲都没法跟你讲。你继续讲，唔紧要，我等你讲完先，我再揸车。你继续讲，唔紧要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车不要了，你们走就可以了。唔紧要，不过我是有，我一路揸车，我要精神噶。我现在不说了，你现在赶紧开车。我上车，我揸紧车，你继续喺度嘈，我唔行啊！而家头先一路行，你就一路嘈啊！我们的孩子这么小，你吓着他。其实法例嚟噶，佢一路讲影响我啊！你说的什么呀？你杀了我啊！谁吓着你了？你多大岁数吓着你啊？你多大岁数？孩子害怕。我一路揸车，我要精神。我要精神，我要精神加。你跟我证，我是不是已经有证？我这句话我听不懂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现在司机，我为了别人的安全，我现在不说你了。你现在赶紧去开车。但是呢，我是一定要投诉你啊，因为你这个事儿处理的什么事儿啊？你这是。对，要走，楼下很多。你快去开吧，我现在不说了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头先个 B B 车佢接唔到。跟住佢抌咗架车佢，跟住话要投诉我，我一定要接嘅，接一 B B 车一定要接嘅。我们车唔要啦，佢唔要嘛，架车冇问题啦。咁唔关我事啊，但系佢我一路揸车，佢系一路嘈，我系点样？冇嘈啊，你司机揸车啊？我是借个车，你架车自己掉嘅，关人咩事啊？我们车要啦，车我们都扔啦。坐低啦，唔系同你讲，你翻埋。唔系，你快去。我一路揸车，你唔好嘈得唔得啊？大家唔好嘈啦，司机要开车啊。全部停喺度，我啊知你唔识听咯。我特登唔讲嘅，等你唔识听。而家嗱，冇讲粗口嘅，静静地，你哋唔好嘈。静静地，我继续啫，唔好继续嘈。我来的时候坐这个车，唔好嘈啦。车放在这里，为什么可以？你叫佢哋唔好嘈啊！出嚟，出嚟，出嚟，翻嚟你，你现在赶紧去开吧，我现在不说了，我现在就私下投诉你，我私下投诉你，别吓着孩子。OK。赶紧去开吧！我吓到佢，佢吓到我啊！而家我好惊啊！你快去吧，快去吧啊！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赶紧去。开车，唔好嘈啦，再嘈停咗喺度啦。唔系啊，再嘈我报警噶咋？翻唔到屋企噶啦。嚟玩得开心啫，想。唔系阻到我噶，阻到你的全世界噶咋？因为啲人唔肯趁入去咧，所以咧阿姐就唔俾架巴士开啦，睇下啲人先。所以啲人啊，全部都唔趁入去俾人上车，跟住我哋就好多人喺度啦。跟住等咗两三班车咧，啲司机都唔停车俾我哋上车啦。喂，打住啦，冇警啊，唔該。
轉車，轉轉嗰邊先來。
气功之旅。是交通委啊。啊，没了，大家注意。可以啊。啊，这辆车我加分五个车，头先慢慢减停。啊，这个车有点重。是的，我们的龙毛。OK OK。